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麦子学院推出的 Android 高级 UI 控件视频课程。我是本次视频课程的讲师超哥。在开始本次视频课程之前，首先向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我硕士毕业于同济大学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曾就职于阿里巴巴、STC、联想。 第一任软件工程师、高级软件工程师、Team Leader、项目经理、技术主管以及技术培训讲师。目前就职于联想集团教育与培训事业部，担任移动互联网技术主管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培训讲师。擅长的技术包括 Java、Android、Swift、iOS。 和 J2E，这是我之前参与过的一些项目，这是我拿到的一些国际认证，其中包括上公司被 Oracle 公司收购之前两个关于 Java 的认证，还有两个美国敏捷项目联盟关于 Scrum 的认证。 最后一个是美国项目管理协会认证的项目管理专家。最后是我的一些培训经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套视频课程的优势和特色。我们这套视频课程的第一个优势和特色是。 基于最新的 Android 5.0版本，在我们录制这套视频课程的时候，正好是 Google 公司开始向所有的 Nexus 系列的设备推送 Android 5.0的镜像，因此，在这套视频课程中，我们所有的示例程序都会基于 Android 5.0版本。我们这套视频课程的第二个优势和特色是。 使用 Desk Scribble 这款软件来模拟学校或公司中的黑板或白板，同时对重要知识点进行圈点。大家看到的我屏幕左上方的这款软件就是 Desk Scribble。我可以新建一块白板，也可以新建一块黑板，然后在上面写写画画。所以在接下来的讲解过程中。 我会使用这款软件来新建白板或黑板，同时对重要知识点进行圈点。我们这套视频课程的第三个优势和特色是为了保证这套视频课程有清晰的音质，我使用了专业的铁三角电容麦克风对视频进行录制。这套视频课程的第四个优势和特色是。 每个视频的时间控制在二十分钟左右，方便大家碎片化学习。如果你是一个学生的话，那么你在食堂打饭的时候就可以收看一个安卓的高级 UI 控件的视频。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那么你在挤公交、挤地铁的时候也可以观看一个安卓的高级 UI 控件的视频。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套视频课程的课程大纲。在大家看到的这张图中，我总共给大家列出了二十多个 Android 常见的高级 UI 控件，其中包含与下拉刷新相关的控件、常见的绘制图形的 A Chart Engine 控件、侧滑菜单。 Sliding Menu 控件，还有与 Cards 卡,卡片效果相关的控件，还有 View Pager、Action Bar 等常见的 Android 高级 UI 控件。当然，随着 Android 5.0版本的推出，由于在 Android 5.0版本中， 肯定会加入一些新的控件，所以随着这套视频课程的录制，我也会把安卓的5.0五点零中新加入的控件，随着课程的讲解补充进去。所以，敬请大家期待。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安卓的高级 UI 控件的学习思路。在平时学习或工作的过程中。 如果你发现某个商业 App 中的某个效果比较炫，想在自己开发的 App 中也实现这样的效果，比如说下拉刷新这种效果，那么你该如何去实现呢？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我们说，遇到问题时解决问题的思路非常重要。好，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我想在自己开发的 App 中实现某个效果，但是我之前又从来没有实现过这种效果，那么我会从以下四个方面去思考。首先，我会去想有没有实现此 UI 的系统控件，也就是说，系统有没有给我们提供实现此 UI 的控件？如果有，那是最好不过了。 我们直接拿过来用就可以了。如果没有，或者说如果有类似的系统控件，但是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可以再去考虑有没有实现此 UI 的通用第三方控件。大家知道，在 GitHub 上有很多开源的第三方控件，其中的很多控件已经被。 很多商业的 App 所广泛使用，因此，如果在 GitHub 上有这样的通用第三方控件，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拿过来用。如果说没有这样的第三方控件，或者说如果有类似的第三方控件，但是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的需要，那我们可以再去考虑，是不是可以找一个。 跟我们的需求接近的第三方控件，然后去修改它的源代码来实现我们想要的效果呢？如果没有这样的第三方控件，也就是说没有跟我们想要的效果接近的通用的第三方控件，或者说如果有，但是修改它的源代码的难度比较大。 那么，我们可以再去考虑，是不是可以自定义控件来实现我们想要的效果呢？当然，不管你想要实现什么样的效果，从理论上来讲，都是可以通过自定义控件的方式来实现的。好，以上四点就是给大家介绍的，当你在实现某一个 UI 效果的时候，可以去考虑的这四个步骤。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对于这四个步骤的每一步，在具体实操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好，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当你去思考有没有实现此 UI 的系统控件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这四个小步去具体的实操。首先，你要去思考如何搜索定位。 也就是说，你如何才能够找到有没有实现此 UI 的系统空间呢？有的学员可能直接想到了 Google 搜索引擎，但是我建议大家先到官方文档中寻找答案。我们说官方文档是最好的学习 Android 的资料，所以遇到问题。 先到官方文档中去寻找答案。当然，在使用 Google 搜索引擎的时候，国内可能经常登录不上去，建议大家为了学习的需要，购买一些 VPN 的服务。在搜索定位之后，也就是说，在你找到了。 某个实现 UI 的系统控件的时候，你可以通过阅读文档来对此系统控件有进一步的了解。这里也是强烈建议大家先阅读官方文档，然后再去阅读 Google 上的一些文章。大家知道，Google 搜索引擎上的很多文章都是呃很多网友结合自己的学习体会写的一些总结。 难免会有错误之处，因此强烈建议大家先去阅读英文的官方文档，然后再结合 Google 上很多网友写的文章，这样两者结合起来就效果就比较好了。在阅读完呃某个系统控件的相关文章之后，大家就要总结出这个系统控件的使用要点，比如说。 用到了哪些布局文件，继承了哪些类，实现了哪些接口，啊，以及具体的步骤，这些都要总结出来。在第四步的时候，就可以编写一些 demo 来验证你总结的这些步骤，以及通过这个 demo 的运行效果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系统控件最终的运行效果就是你想要的效果。同样，在你去思考。 有没有实现此 UI 的通用第三方控件的时候，也可以从上面介绍的四小步去具体的实操。在你去思考是不是可以修改通用的第三方控件来实现我想要的 UI 效果时，这个时候就要涉及到阅读第三方控件的源代码了。 在阅读源代码的时候，建议大家首先找到入口，然后顺藤摸瓜；其次理清整个源代码的系统架构；最后就只能通过自定义控件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了。在自定义控件的时候，我想。 你也没有必要完全从头开始自己写代码，你可以首先去参考一下系统控件的实现源码，也就是说，某些系统控件或许跟你想要的效果比较相似，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先参考一下这个系统控件它是如何实现，呃，这个功能的。 它是系统如何自定义这样的控件，比如说，系统提供的控件也是相当于说系统自定义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阅读这些系统空间的源代码。当然，这需要你先把整个 Android 的系统的源代码下载下来，然后到对应的目录下面去找到这个空间的源代码。其次，大家可以参考。 一些通用第三方控件的实现源码。总之，在你自定义控件的时候，也要去参考一下别人是如何实现的，这样对你自定义控件会有很大的帮助。好，从下节课开始，我们就正式进入到安卓的高级 UI 控件的学习。谢谢大家观看。 让我们下节课再见。